你看哈，这个民进党立委可酸的了哈，反正呢，怎么样都是要想办法抹红嘛，好，这也不意外。不过说实在的哈，这个民进党立委吴思瑶说，在台湾没有人能够认同马办的说法，哎，怎么了吗？因为马英九办公室有说啊，台湾不是国家，是属于中国中华民国的一部分，这是在回应陈建仁嘛？那有什么不对呢？好，然后再来。那现在呢，你看哈，王定宇甚至就是说，你这个马英九是叫养老鼠咬布袋，一定要这样讲，你习近平才会在北京见马英九吗？哦，其实萧旭岑今天又再一次的这个解释哈，这个执行长今天特别强调说，陈建仁与民进党立委说台湾是独立的国家，这是不折不扣的台独言论，因为他们讲台湾是独立的国家，那当然马英九要讲说当然不是嘛。那么呢，认为台湾是独立国家的就赶快去修宪证明啊。好，所以呢，现在他今天特别强调的就是说，你们这个就是不折不扣的台独言论。那我就问了，今天这些民进党还有什么好去讲的呢？那有办法的话，那你们去跟习近平见面嘛，对不对？那你今天王定宇还要讲什么叫养老鼠咬布袋？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如果说台湾是一个国家，那我们还有福建省呢，我们还有金马是属于福建省，是不是表示民进党已经放弃了金马了啊？那因为我们台湾省的这个行政区的范围其实是没有到福建到这个金马的嘛，金马是属于我们还有一个福建省主席啊，算是。那如果说这个是今天我们的概念，然后第二个又从这个王定宇讲的话，不是你们已经觉得马英九没完全不重要吗？那为什么那么在意他去对岸呢？哦，我觉得这也是另外一个角度，就是平常你们会觉得说，哎，马英九的言论没市场，既然没有市场，就根本就应该是叫做什么，完全是不理他，就是很淡的处理是最好。反而你现在要把他就是这个重要性又弄出来了，我觉得反而不好，根本就不批评他，就是说这个东西不值得批评，那就不值得啊来评论。那搞不好可能还更强调你的立场，结果你又要去担心，那表示你真的很在意。那事实上呢，就不管怎么样，马英九今天还是有一个管道啊。我觉得我们两岸之间不管如何，就是总是应该有一些管道。民进党这样子完全没管道的，我觉得是不对的啊。两岸有很多的互动，包括我们现在其实我们在学校里头都觉得说，陆生来的少了啊，然后我们在这个旅游业觉得说，希望大陆的团有更多的大陆的这个观光能够有更多来，所以还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互动，更多互动，更多增加了解。我觉得你今天不来往，只会增加敌意啊。我举个例子，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那大家一开头当年就觉得说美国跟苏联在搞冷战嘛，哦，觉得苏联那个共产党都是这个都是青面獠牙的很怪的人啊，跟东欧的也是一样。结果他们后来说，哎，结果认得当地的人，哦，原来就是人嘛，啊，没有这么严，也没什么可怕的，没有这么可怕嘛。所以我们今天在塑造一个，就是把对岸变成是说，因为你不接触，就把它变成是一个你想象中的怪物一样，我觉得这不是好事。对，你多来往总是好的哦。对啊。那我觉得马英九今天去，不管他见不见习近平，如果见到也很好，不见我觉得也没什么关系。他已经是一个私人身份，如果说私人还要这个政府来唠叨的话，我觉得他连国民党的党主席都不是，对不对？这个我觉得今天他就有点像连战2005年去一样的。就是已经没有那个政治的身份，其实是无所谓的嘛。对，但事实上我自己在看哈，这个我先请教尚志啊。其实马英九这次去大家是非常关注的，而且我也很好奇，就是美国会怎么看这个事情，对不对？因为呢，这个民进党什么动不动就是都是要看看，哎，美国在上面怎么样下指导棋吧，美国的立场是什么，还是要必须参照哦。而且你看民进党现在呢，当然这个立委是讲话都讲得很凶哈，可是事实上呢，你看这个总统府还甚至还说是配合协助哦。那民进党甚至呢，这个下面也在开始要想办法要抹红韩国瑜了吗？因为说立法院长韩国瑜也要去北京哦。那我就问，韩国瑜有吗？韩国瑜没有这个计划，可是那为什么要去炒这个？那这个用意是何在？所以今天我们要来看，那到底谁会是下一位？因为今天大家已经都是纷纷在讨论，我们昨天在头条开讲的时候就已经在想，
会不会也有可能是吕秀莲前副总统？那但是呢，这个吕副他已经在脸书上面郑重澄清，他说没有这件事情，请大家不要误信误传。那结果呢，现在传到的是谁，到底是哪一位是已经卸任层级又极高的人有可能要去见习近平在马英九之后呢？尚志，好，首先针对于马英九这次去的这个，我也表达一下，就是马英九去年十一月到我家的时候拜访王妈妈的时候也讲到他今年要去，原先他的预期的时间是在五月底，也就是早先是一个保守，就马英九这边自己安排的行程，说在520结束之后呢，就任之后台湾的大概政情也比较稳定，然后各方面原先是这样子计划，但是现在也可以说整个部分大幅提前。可大幅提前当中，就为什么这样子提前，我从另一个方式角度来说，现在大家关注的其实不是他的这个青年的行程，是在于马习会。我们知道习近平在接下来的时间非常非常忙，包括普京要来了，还有很多东西其实也都是非常重大的这个事情，因此好感觉起来，我个人推估主要是这个时间点上，那么一方面在而且又在520之前把这个调子定下来，因为两会刚结束，也就是说去年底当时很多的思维架构大概在两会前后三月底的时候有一个对两岸对台湾的态度应该有比较清晰了，那个就是和平统一。所以之前您所得到的讯息是马英九总统告诉您说他原先是五月底，今年五月底，那他有说到可能会跟习近平见到面吗？没有，那时候有提到说去年之前上一次，去年他去的时候，去年去的时候，其实那时候应该就有一点点是不是可以见的大家的一些微妙的探讨，可是在那时候因为是第一次马英九去，他对中国大陆连上海长什么样子他都不知道，而且他主要要回老家去当，所以那个地方他是刻意没有去北京的。其实当时是不排除或者也说不定是希望马英九可以去北京也不一定，因为作为他们作为老朋友本身是可以，可是在去年又有选举是马英九这边比较在意，可是在今年部分因为大势已经抵定了，而且看起来无论包括在这一次选举过程当中马英九出面一度希望蓝白配，在这种对于大局的考虑马英九是没有疑，马英九应该可以说两岸关系上是 perfectly match everything，在这个地方没有任何疑义的，所以在这个时间点感觉起来我这人在解读为什么提前，我提前是我个人的看法，因为原先是五月底，是因为现在看起来就是首先北京方面已经先请在两会结束之后两岸作为和平统一的对话基层交流这个主调没有变，可是呢这当中的对话这件事情要随时展开，马英九刚好是最好的一个时间点，而且它的高度又够，所以我认为这个东西于是他就没有要迁就赖清德520就任讲些什么之后然后到时候再来怎么做，那些都不用了，就赖清德根本不用管了，就赖清德爱什么爱谁谁爱谁爱怎么样随他便，所以这里头开始北京用自己的节奏进行所谓的和平对话，所以马英九开始哈。待会我们来讲一下第二位可能是我自己的推论是谁，所以这个是时间点的部分的考虑，所以这里头大幅度的往前提前，你要知道如果说现在定调在四月多，那几乎就等同就是两会前就有点在沟通了，至少在三月两会结束之后，因为整个两会结束之后习近平的国际中美各方面所有的大的行程要全部定下来，因为他还要访欧，所以呢这些东西巴拉巴拉定下来大概可能就只有这个时间了。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所以要分享给大家，那就是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吃了两三天真的有明显的感觉，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因为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而且呢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非常的强大。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而您知道吗，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克菲尔益生菌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这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对于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是很有感，也因为这不是药，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选择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做好日常的保养，身体轻轻松松，没有负担。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为健康下单，也记得输入推荐码，有额外的折扣哦。